韩国俊男比例高，引发杜力火爆抨击。是韩国的男生帅哥的比例比女生还要多，因为可能韩国男生比较壮吧，或是什么，对，而且身高很高，身高很高。韩国他发生什么问题根本不会很高，其实韩国你到底怎样，鼻子又不挺，他是会唱歌吗？又很娘，哎，你不是说很 man 吗？今天晚间11点，超市1/2强。